此让故事的人物显得非常的高深神秘莫测。周润发有个孔子弹古琴，梁朝人太多了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我已经尽量避开这个高峰，这个出来了，一二三四，我们看，你这是，那你怎么还蹦的？那个叫木龙塔、木龙符，那个是仿照《清明上河图》的。然后这个呢，就是叠彩。谁摔了？这种意境啊，那你真正走到里面了，到底是怎么样的？那你赶上过来看这种感觉。它最主要是一个灯光，还有一个友善。这个建筑最主要就是要上这个点灯的地方，最主要最高就是上去了，上去很危险。危险，你要上，说实在，人都可以上，连喜马拉雅。